大家好，我是美国华人总商会常务副会长李胜，我在美国洛杉矶，祝贺华美剧场 APP 顺利上线，大红大紫，谢谢。我是电影导演宋阳，祝贺华美剧场 APP 成功上线。大家好，我是中美华人戏剧联盟的创始人杨洋，在这里我祝福华美剧场 APP 上线成功，同时也祝福娱乐资讯栏目大火特火。我是导演张凤宝，在华美剧场 APP 平台开通之际，表示热烈祝贺，祝华美剧场 APP 平台兴旺顺达成功。好，我是演员战峰峰，祝贺华美剧场 APP 平台顺利开通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 Peter Studio 的 Peter， 祝贺华美剧场 APP 上线，大家记得下载哦。大家好，我是摄影师 Melody， 在美国洛杉矶热烈庆祝华美剧场 APP 顺利上线。大家好，我是编剧张荣，非常开心能够看到华美剧场 APP 已经正式上线开通了，希望能够在这里认识到更多的朋友，大家一起观看优质的视频内容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洛杉矶纽约电影学院表演系刘瑞琴，在这里祝贺华美剧场 APP 平台开通，前景辉煌。我是尤利亚，祝华美剧场 APP 平台开通。大家好，我是美国华人总商会常务副会长李胜，我在美国洛杉矶，祝贺华美剧场 APP 顺利上线，大红大紫，谢谢。我是电影导演宋阳，祝贺华美剧场 APP 成功上线。大家好，我是中美华人戏剧联盟的创始人杨洋，在这里我祝福华美剧场 APP 上线成功，同时也祝福娱乐资讯栏目大火特火。我是导演张凤宝，在华美剧场 APP 平台开通之际，表示热烈祝贺，祝华美剧场 APP 平台兴旺顺达成功。大家好，我是演员战峰峰，祝贺华美剧场 APP 平台顺利开通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 Peter Studio 的 Peter， 祝贺华美剧场 APP 上线，大家记得下载哦。大家好，我是摄影师 Melody， 在美国洛杉矶热烈庆祝华美剧场 APP 顺利上线。大家好，我是编剧张荣，非常开心能够看到华美剧场 APP 已经正式上线开通了，希望能够在这里认识到更多的朋友，大家一起观看优质的视频内容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洛杉矶纽约电影学院表演系刘瑞琴，在这里祝贺华美剧场 APP 平台开通，前景辉煌。我是尤利亚，祝华美剧场 APP 平台开通。大家好，我是美国华人总商会常务副会长李胜，我在美国洛杉矶，祝贺华美剧场 APP 顺利上线，大红大紫，谢谢。我是电影导演宋阳，祝贺华美剧场 APP 成功上线。大家好，我是中美华人戏剧联盟的创始人杨洋，在这里我祝福华美剧场 APP 上线成功，同时也祝福娱乐资讯栏目大火特火。我是导演张凤宝，在华美剧场 APP 平台开通之际，表示热烈祝贺，祝华美剧场 APP 平台兴旺顺达成功。大家好，我是演员战峰峰，祝贺华美剧场 APP 平台顺利开通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 Peter Studio 的 Peter， 祝贺华美剧场 APP 上线，大家记得下载哦。大家好，我是摄影师 Melody， 在美国洛杉矶热烈庆祝华美剧场 APP 顺利上线。大家好，我是编剧张荣，非常开心能够看到
华美剧场 APP 已经正式上线开通了，希望能够在这里认识到更多的朋友，大家一起观看优质的视频内容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洛杉矶纽约电影学院表演系刘瑞琪，在这里祝贺华美剧场 APP 平台开通，前景辉煌。我是尤利亚，祝华美剧场 APP 平台开通。